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我现在到了这个高仪古村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刚到这里啊，就发现这里有个游客中心，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。怎么说呢，就是但凡有点规模的古村啊，基础设施都还挺好的，所以自驾游过来的伙伴就不要担心车没地方停这件事情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停车，高仪古村它是600年的一个古村落，然后呢，它的这个整个形状啊，从天上看下来非常像是一个太师椅，所以它叫高仪古村，椅子的椅。这里整个它的地形啊，就非常错综复杂，像一个梅花镇一样，所以当时这个高仪古村啊，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土匪会进来抢劫，因为进来的出不去。高仪古村是建于1380年，然后它现在保留到现在的古建筑，就是从清朝保留到现在的有104处，现在是湖南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古老的古建筑群，所以呢又叫做江南第一古村。来之前我以为这个村子是个小村子，没有想到它的规模还是挺大的，而且它这个村子足够的古老，有600多年了。现在高仪古村呢，也是一个侗族的村落，所以它是建在就是峡谷下面，那它正好是在污水的那个拐弯那个地方。相传啊，这里面大部分85%都是杨姓，就是杨姓杨的杨，因为当时最早祖先选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找了130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依水而居。这就是古村的入口。反击还得劲儿。今天天色也已经有点晚了，我们就随便走走看看。听说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村子啊，它呈现一个梅花阵型，进来的话就会经常会迷路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其实以前啊，有很少有土匪能够盗访，因为进来了出不去。像这样层层叠叠的小路非常的多。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我在这里面会不会迷路。哇，我都不知道这个路还能不能走的。哇，哎，这是人家家里哦。看到了这个马头墙的设计啊，这个墙头呢特别可以防火。这边还有一个，他们这里的池塘也是很多。看到上面的这个马头墙了吗？这边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马头墙的设计，可以防火。这个建筑啊，是以前古村的钱庄，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。这也是一个老建筑，醉月楼，以前女孩子上学的地方啊。我特别喜欢在这种古村子里面探索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走到哪了，完全乱了。有草菜，
院子里头。大概就是情况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天色已晚，不宜久留。天色已晚，不宜久留。我大致在这里面随意转悠了一下。从高邑古村出来，这两边呢都是商业街，又有一些客栈啊，吃吃喝喝的。现在天色已晚，黑漆麻乌的，现在准备离开高邑古村。有人和月都曾爱过你，可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，那最潮湿的意结果这最伤人。比较非常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眼角洞寨呢还保留着母系文化，也就是说家里大事小事由女人说了算，女人呢出门赚钱养家，男人在家带孩子。这里啊，还可以通往原始森林和峡谷。走在这个洞寨之中，这是他们的古驿道。那这个古驿道往上走，我们去南门寨遗址里面去看一下。来湘西这段时间啊，我都瘦了，因为天天都在爬山。这里也有一个修路碑记啊，继续往上走。这是另外一块碑文，修复古道碑。看到有人在画画。你们看，我刚才一路逛下来，这里啊基本没有游客，一个游客都没有，基本就只有我一个游客在这个洞寨里面逛来逛去，逛来逛去。聚财井，因为这个眼角洞在四面环山，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，而这口井呢正正好又是在聚宝盆的中央。水就是财富的象征，所以聚集水源呢就是聚集财富，加上它这个水井啊就是有一个铜钱形状的井盖，所以得名为聚财井。所以当地有一个风俗啊，就是凡是出门谋生的人必须要在这边装一壶水再走，就是期望能够带来财运。这个是南门寨遗址，可能是以前的，可能是他们以前寨子的南门。这里还供奉着土地公啊。这个是以前人上山的一个步行道，然后就会到了他们的南大门。看这些瓷片啊，这个明显是新的，后期修补的，这个就是旧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看完了眼角洞寨。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洞寨有什么感觉？我刚才问了这个村里的几个女人，问他们是不是这里是不是女人当家做主啊？他们有点不好意思回答我。我大概可以猜到，这里虽然是古时候啊，它是一个母系文化，
但是现在啊，慢慢的就发展成男人女人共同在讨论家里的事情，而并不是说单方面的女人当家做主。女人说的算啊，男人说的不算，都说的是算，要说的对啊。女儿国啊，对，女儿国。哎，你们家里讨论事情都是女人在一起讨论吗？是啊。现在离开了眼角洞宅，这里感觉确实让我感觉真正的是世外桃源。下面呢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在这一带啊，怀化、靖州县这一带啊，真的是非常多那种苗族、侗族的小村落啊，而且游客都非常少。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过来。我觉得大的苗寨侗寨它有大的好处，就是它的配套设施啊什么会更完善一点。如果是像这种小的话，它就是它的基础设施可能做得不是那么好，但是呢它比较原始一点，比较古朴一点啊，也比较能够最接近当地人生活的一种状态。像我刚才去的眼角洞寨，它虽然是没什么人去哈，但是它的整个游客服务中心啊，还有卫生间啊什么的，还有停车场啊，设施都做得非常的好。像一张随便的邮票，把自己寄给明天，背着旧愁心情不断的寻找。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，我那拖着寂寞里落花知多少，寂寞里